天哪，太揪心了，我太久没看到你了。Sorry, my baby, 宝宝，回来吧。三天两头不见鸟影的，怎么样？把家里当客栈是不是啊？你就让他玩够，玩够就会回来。你也知道年少轻狂，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？真的很烦耶。烦不烦？整天这样吵吵闹闹的，我要被你折翼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这吵没关系，把这个翻译吐司吃下去就不吵了。翻译吐司是不是？对耶。好，那我跟你说，我计时一分钟，一分钟之内呢，就要把翻译吐司给我吃下去。如果没吃完的话，就杖打二十。拿这个杖打二十。而且要吞下去哦，吞下去 ，OK 吗 ？OK 好。哎，抱什么毒币？抱什么？有点凄凉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单手你可以拿吧，单手可以拿，可以好可以拿。来来，计时，赶快擦闭嘴好不好？计时，开始。哦，要吞，现在才两秒，要吞下去，四秒而已。你是要咽得下去吗？要吞下去，要张开，要吞哦，嘴巴要啊哦。谁叫你要跑出去玩，也不跟我们讲一声。还有三十秒，很干对不对？刚刚没有喝水对不对？你好恶心哦，恶心死了！你好恶心，那是反刍哎，那个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要靠我靠那么近呢？来倒数，倒数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怎么样？会讲话了吗？喂，哎，有危险有差呢，有危险有差呢 ，OK 吗？翻译吐司 OK 哈，嗯，说说你跑去哪里了哈？为什么现在才出现？隐藏的，好怕噎死哦，黑暗力量的吓死啦！请在我面前显示你真正的力量，以我大燃烧之名替运你，说。封印解除！你主人，你要解除我封印要干什么啦你？噎死你！封死！因为我刚在外面吃太饱了，所以有点吞不下去。没事没事，你慢慢吞，你慢慢吞。我只看到面包在动来动去，你慢慢吞。你还在，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，好久没有心动了。我怎么这么美呀、啊？我爱自拍，不管到哪都行啊！难怪大家要一直买我的写真一见钟情啊！太美了啊！一直拍，一直拍，好拍，一直拍啊！肚子好饿，想吃什么就点啊。你在看什么呀？我怎么不多看看我呢？揪心了，我太久没看到你了。Sorry, my baby, 宝宝，回来吧。你一直烦我，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去公园吃便当了，我在这里跟你吃便当。香，回来吧。你很烦哎。
相，吃我这一拳！谁还敢找我麻烦呢？来来来，酒来啦，酒来啦！是谁对我下了毒？